这款流浪的性命。逍遥，郭侠，你试看卖啊！我照你一定端好落去煮的，卡输人唔对，唔免钱。好。我唔是讲无爱芹菜，你看这是啥？啊？无啊，唔对呢。你这张纸都明明写讲清炖鲈鱼汤，芹菜要较济呢，倒一点咧唔对啊。你是捌字唔捌字啊？我是写讲清炖鲈鱼汤要较济一点嘛，芹菜无爱。无你这个汤哦，是要安怎算钱啊？这。啊，无呢哦，我螃蟹歹走家哦，把遐芹菜好好起来吼。啊，无，你即马是当作我乞食，清清菜菜要甲我转过哦。啊，你拄则毋是只碰我讲哦，煮了若毋对，就无要算钱啊。也毋过哦，迄路是真贵呢。也无呢啦，咱食了一半吼。啊，一人一半。哎呦，各位人客官，大家听看嘛，你听看嘛，即个头家哦，看有无老实无啦。好参详啦，那无安尼好啦。希望伊阿顿哦，就免钱啦。免钱就遵守。你敢知影？我是上讨厌芹菜。我若食着芹菜，就会闹三工啦。照讲，你爱去赔我医药费，你知无？知啊。赔你医药费，当然啦。喂，这位阿婶，人头家甲你回信的嘛，讲还收你的钱，你做人唔通安尼啦。是啦。这位恶婶，这是我跟头家之间的代志啦，还是跟你什么地带啊？头家，这无你的代志，你去无用你的，莫插这个小代志，我跟你听。你想讲安尼就要走？我跟你讲，你今仔若无赔钱哦，我来带你来警察厅。行。大老贵，你无用去。慢点啦。好啊。头家，你听到边啊？这位阿婶。我也唔知当讲几句啊公道话无吼，做你讲啊。啊，阿婶，麻烦你借一步者哈。各位啊，你甲看这位阿婶吼，迄人生啊遮大苦啦。人讲赞，若像吼老屎老几工吼，其实吼嘛无差哪倒位去，拄拄好会当减肥啦。啊，若安尼讲起来吼，这位头家啊根本唔免赔你什么医药费，反倒转啊，你啊包一个红包，红底红才对。你这个嘴搁来嘛？客气。看起来你今仔是怕什么？看我呛到的哦。好，那安尼啊，我就让你知影什么叫做踏到铁板啊。你讲我大方，安尼你一定唔捌照过镜。啊，若无吼，你就知影猪是生做什么款。你是骂我做猪是？我跟你讲，你唔通叫是讲啊，搞穿衫就成人呢。我记得阮公啊，拄要拖大的时阵哦，我衫甲你穿得同款。啊好啊，你讲人情人大道，你唔知死我哦。敢讲我狗，我穿死人衫。好啦，你若无想要我，我就甲你钉个金丝丝。啊，来啊，我穿蛋你啊，来啊，来啊，来，来来来来来。来，哎呦，我是讲啥物？安怎？你无毛鸡鸡大鸡，碰我嘴鸡太无吧？你哦，今仔同正多一月半，唔知死活。你歹鸡狗子，歹人狗囡仔啊！哟，歹食唔知买啦！你歪嘴鸡想要食好味啊？你哦，细鸡你无爱，放鸡屎规大堆啊！你有手寸无路，有脚寸无步啊！干你哦，再死无人情，死哦，鬼大阵啦！你少年袂晓想，食人唔食样啦！干你哦，人情世事背到狗，无顶也无走啦！过来啊！我还阁有啊，阁有来啊！袂要紧，我甲你讲哦，我无红无啊，钱介济啦。你若死的时阵哦，我会甲你办丧事，穿顶头啦。啊，你的礼数吼，我去啊望七千五，你袂减乎你啦。顶头吼，我也真敖请。到时阵你若是死吼，看你是要请你个人搞的，还是要耗你白金吼，我吼我请也请乎你啦。安怎？王爷，你是王？头摆眼镜，啊有一届无小心跑入溪底，差一点仔淹死，叫你救起来，你八丁啊，你记得无？八丁，啊，你是林八丁？我就是八丁啊！哎呦，刚才直接拄到你啦！嘿啊，我嘛想不
灯啊！啊，无你即摆你是演倒一出，我毋知。哎呦，亲啊，我捌甲你讲过啊，我自细汉差一点仔隐形，捡一个臭头仔遐救起来，迄个人就是伊啊。即摆无臭头啊，拢好。亲啊亲啊，我甲你介绍，伊叫梦的，梦的，伊叫亲啊。白素文啊，苦啊梦啦。安尼大家拢知影吼，哎呦，想袂到经过这么多年，第一只遇到你，我足欢喜的啦，很棒的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既然啊都有缘相会，无来寒暄一下。好，你等。咱即马就来去吼，这是家己的。好好好。做这查某人吼。实在有哪真辛苦啦，生做若伤歹吼，都惊查甫人出去办野花啦。啊，若生做伤水吼，有哪解郁准呢？俗语咧讲，水人无水命啦。大概吼，就是咧讲我这种人啦。唉，好好啊嫁一个翁啦，新的眠床连困都还袂困呢，翁婿就带起来啦。大家大官哦。我煞气煞伤重，都把我赶出去，煞气。唔对啊，我看安那看吼，明明就是福气才对啊。天顶啊，天顶啊，哎呦，起来。我红车，我红车。你咪安尼学白花啦，你要红车对无？安尼好，你乖乖叫我一声阿母，我红车就给你啊。阿姨。哎呦，唔是阿姨啦，是叫阿母。来，乖，佮叫一家来，紧。但妈，你是小气阿姨，你唔是阿母。哎呦，要受死囡仔嘞！你计较遮济要创啥？我叫你叫阿母，就是叫阿母啦，来。啊？点点。阿母，甜甜啊，你唔通乌白叫啦，迄是阿姨，唔是阿母。王诶，啊，这个囡仔是。我唔是路人，甲你讲过，啊，阮某吼，就因为难产才过身，啊，这个囡仔就是伊过身之前生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来，乖，你甲阿姨讲，你叫什么名？我叫做古甜丁。哦，你叫做甜丁啊！哦，够水。梦的呀。啊，你回来呀？啊，这两位。哦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。啊，这位哈，就是白阿霞。啊，这个啊，就是我自细汉啊，靠咪青梅竹马吼，好外好的朋友，八丁的啦。阿霞，八丁的。啊，这位吼，就是阮某的小妹，叫做秀姬啊。啊，秀姬啊，你啊，咸丁啊，来啦，过来啦。这我阿姊吼，过身的时阵吼，有甲我交代啦，叫我吼，代去照顾阮某啊，康咸丁啊啦。啊，你嘛知影啦，这查甫人吼是较袂晓照顾家己啦，所以两个爸仔囝吼，不管是食的、用的、穿的吼，拢是我咧烦恼啦。啊，尤其吼是阮甜丁啊啦，哎呦，从出世到即摆吼，都是我一手带大汉的啦。阮两个感情吼是敢若亲生母仔囝吼，搁较亲啦。啊，阮甜丁嘛同款的，哎呦，一丝仔无我都袂用的哦，对无？实在真歹势吼，啊，阮即几工吼可能爱来甲你作作几工，歹势吼小姨子啊。哎，无啊。他什么手机子啊？我以为看起来是有你遐大、啊。哎呦，嗨，大家唔通安尼啊！你称呼来称呼去，安尼哦，听起来硬叫啦，规气安尼啦。咱大家吼，拢叫名就好，安尼听起来较袂生分啦。好，叫名得啦。对啦，迄阮忙啊吼，讲了较对啦，叫名吼较清楚啦。对啦。哎。我讲啥？我感觉吼，你足好命的呢。哦，我是足幸运的啦。你甲想看卖，啊，你娶一个某，啊，这某啊，替你生这个囡仔，啊，某去又娶起来，啊，佮有这个小妹啊，来替你煮三顿，啊，娶这个囡仔，
哦，这别人救都救袂到，啊，我感觉吼，规日你即马无某啊，哎，我著甲这个姨啊吼，都带去做某啊。到底是咧讲啥话啦？啥话啊？拄只某嘛伫咧路，毋是咧讲，即世人无要搁再娶某，你嘛莫破坏人手机的名声。嗯，哎呦，这话都袂当安尼讲啊。啊，苦口婆心吼，伊无替家己想嘛袂使咧啊，对无啊？你也想看嘛，啊，囡仔当才细汉着，啊，当然需要老母啊。啊，这个手机哦，因顾这个囡仔顾遐尼侪年啊，我看伊嘛足实手啊，对啦吼。哎，归去看，直接甲带起来，真正是一兼二顾，忙啦兼细顾啊。苦口婆心，你讲对无？啊，规日你某也死啊，好啊，好啦好啦，我是感觉吼，啊，咱大家徛担遮开讲，徛久脚会酸啊，啊无归去，来来来。我先带恁，你要来恁休困，好，我带恁，你要来休困，行，好啊，好。这恁姐夫啦？唔知啦，无熟识啦。讲我什么代志？一个歹衫十岁安尼。来，到啊，就是这间。这间房间阁袂细间呢，姐姐，你看，迄眠床阁这个大顶呢。眠床大顶是安那？迄毋是干那睏的啊？迄毋知房间大间，大起来吼，较轻松，较快活。是的，到底是强调药还是？讲话这么无尊重，这是人兜呢，有窗仔拖就袂歹啊，你阁在嫌东嫌西。讲就讲，是咧惊啥？阿珍啊，袂要紧啦。当我厝遐尔大间，迄房间哦，上起码嘛三四十间，凊彩一间哦，拢比一间较大间啦。嗯。哎，姐啊，来，我带你来你的房间，保证比你这间哦大几啊倍。行。哎，什么啊？你要带我去别间房间？哎，是咧惊啥货？哪准我要甲你拖去卖咧？我保证迄间房间哦，你一定会满意啦。啊，八点哪里？八点当然嘛困一间啊。哎呦，你是咧个啰嗦啥？行，我带你来。来。是啦，你对伊去啦。啊，规定吼，咱这几天分开睏，那有要紧啊？好啦，你对伊去啦。我看这个苦阿胖是吼，是超工的啦，甲咱两个哦分开睏啊啦。哎呀，袂啦，伊一定是唔知咱两个人的关系，唔才安尼安排，对不？八天啊，你还搁咧替伊讲话是嘛？恁查某人的心哦，有够歹溜哩安尼。你昨下你唔是甲我讲，讲啥物？我无你，你身躯边你会睏袂去。你即摆佫无影无紧。啥人讲袂翻车啊？你阿伯甲你讲啊啦，你爱睏是？啊好啦，要即间留你睏啊，我来别间睏。哎，去就去嘛，你暗时也无聊，你敢免来找我？去。哎，尽量甲食就对啦。来啊来啊来啊，老弟卡来啊啦。来开烧啦！大家免客气啊，开始吃啦，开始吃啦！快点，来，来吃是客，来吃，无客气啊，无客气啊！哎，对了，不丁啊，嗯，我知影哦，你自细汉就爱足爱吃鸡腿对不？嗯，来，这只鸡腿给你吃。嗯，多谢你啊。没啦。哎，八珍啊，来，你爱食鸡腿，你就甲我讲就好啊。我这支予你啦，一只鸡哦，甲两支鸡腿尔，啊，规家还有三个人，别安那歹势，来，啊，这好人，来，这支予你。唔免啦，啊，你嘛是爱食鸡腿啊，对无？无要紧啦，你已经加落来，这支就予你食啦。啊，无点点啊，来，阿姨这支鸡腿予你食哈。多谢阿姨。嘿，八珍啊，我感觉甜点哦，感觉足介意你哦。那我不能当囡仔的嘛。梦啊，你嘛是真爱食虾啊啦！来，这虾啊吼，几只挂啦。啊，对啦，阿天啊，嗯，好，那这虾啊，你一定爱试看嘛。好，阮只虾啊，偌好食呢。嗯，我那虾啊，阁真鲜的，看。虾啊，足鲜的。阿天啊，你明早讲你食这虾啊吼会过敏，啊人以后你就要食，我食。我看下，你食猪脚有影？这猪脚食，皮有偌好？哦，好啦。妈啊，咱嘛要食猪脚啦。哦。免啦，猪脚来，我硬给你啦。这较好食啦，我讲。哎呦，啊你来搞，硬一块拢散的啦，你都
你嘛是食迄食虾啊啦，来，这虾吼，其实我都食饭了哦。嗯，这给伊哦，汤丁我叫他饮用啦。大家吃啦，吃啦。啊！哎，秀琪啊！ 啊！你唔是讲恁姐夫拢无爱菜咧食，今次都猪肉就大滴。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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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
你看，你出去看嘛呀，手机这摆真正生气啊！不要紧啦，来紧啦，阿姨媳妇啦！气死我！讲啥物青梅竹马，我看吼根本就是一只狐狸精。 无输迄个狐狸精啦，你甲看，这目睭就是目睭，鼻仔就是鼻仔，这耳孔啊，哎呦，一边吼佫生一个咧，生甲遮尔娇韵呐，安那看吼，就感觉家己是一个大美人啦。袂用的，我袂当吼，互这狗手的红色吼。 我被入去都爱弄门嘞，我被入去连弄门都免啦。哦，这个皮皮的小人，这个小弟哥，原来是伊啊设计哦，让我甲八点来分房困，家己较早才是骗手。哼，这家叫我抓到。 看你搁啥物话通讲？我无声，你实在是吼，你是创啥？无地下流，袂晓计啥？看无声？诶，无你是无说嘴哦，啊是安讲的遐臭，照问的，我是倒一搭去得势着你啊？伊还搁在那电视，你是甲我当作拍哪潲？当作笑的是毋哈？头拄你是爬一面床顶去哩，事实摆啥干净？ 你给我的假！